但不管怎样，时间在向前，生活要继续，我们要默默的努力，给自己加油。也不要失去希望，也曾想过要放弃一切，也曾想向整个世界妥协。阳光照射不到，夜间出行不要让火种不被消灭，也曾面对过自己的胆怯，也曾经历被所有人误解，本该努力选择放弃，人生又会错过多少美丽的风景。月月，我这个月又攒了10000块钱，你放心，你在老家再等等，我很快就攒够房子的首付了。